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哲恩。给小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我的服饰的小书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写小书里面的生日，我的服饰，你们有穿什么的衣服？好，我们要来写生日。在开始写之前呢，小朋友们要记得嘴巴要开。跟 Teacher 恩一起读 ，OK， 眼睛要看，还有当我说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小朋友们呢就要把手举起来 ，OK， 好，现在我们要先来开始读一读我们今天的生字，好，来第一个衣服。最后一个是裙，裙，裙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先写第一个字，衣服。小朋友们记得要看清楚哦。好，现在把手举起来，跟着 Teacher 恩一起写。衣服的衣，第一画我们要先写什么呢？好，第一画我们先写。点横撇竖提撇捺，给这一边提着恩要你看清楚，撇了之后写竖提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写这个撇，这个捺呢不是写在竖提这一边哈，不是从竖提这边写，是从撇这边写。哎，这一根捺是写在撇的这一边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次，点、横、撇、竖提、撇。我们从上面这个撇这边捺下来。OK， 一，一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写服，撇，横，折，勾，横，横，好，这一个小朋友们都会写，因为你们有写星期，好，你有写星期，七的后面是不是有这个月，月亮的月？所以小朋友们都会写这个，记得不要写错咯。好，那写了月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写后面的，先写横折勾 ，OK， 小小的横折勾之后呢，竖。写了竖之后呢，啊，我们就要写下面的横撇，最后捺。OK， 小朋友们把手举起来，我们再来写一次衣服的服，撇、横、折、勾、横、横、横、折。小朋友们开嘴巴读衣服。
点，点从树这边点下来，点，横，撇，里面放一个横，撇，折，长横，竖。OK， 裤子的裤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写纸哈，这个纸小朋友们之前写过很多次。好，我们来看纸怎么写。横撇竖钩横 OK， 再来一次，横撇竖钩横。好，小朋友们开嘴巴读裤子，裤子 OK， 再来一次，衣服裤子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来写袜子，袜子。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袜子的袜前面的部首和裤子的裤都一样的啊？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写错了哦，我们再来写一次。好，袜子的袜第一画要先写什么呢？点，横撇竖撇点，长横短横，竖撇捺。小朋友们记得上面的横是长的，下面的横是短的。OK， 袜，袜子的袜 ，shorts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对一次。点，横撇，竖，撇点，长横，短横，竖，撇捺。OK， 哇，好，再来，我们再写纸啊。刚才写了一次，我们现在来写一次。好，纸怎么写？横撇，竖钩，横。再来一次，横撇，竖钩，横。OK， 很好。那小朋友们开嘴巴读。袜子，袜子，最后一个是裙，裙啊，小朋友们看，裙的部首、袜子的部首还有裤的部首都是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裙的字怎么写。同样的，小朋友们把手举起来，好，我们来写第一画，点。横撇竖撇点，横折，长横要出现 OK， 然后再一个横撇，下面是一个口竖，横折，横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来写一次，裙，点，横撇，竖，撇点，横折。小朋友们记得先写横折，然后写长的横，后面要竖线。OK， 下面这个横记得是从前面写去后面，从前面写过去。横，然后从里面撇出来，撇，竖，横，折，横。好，小朋友们读
群，群。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生字都已经写完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做什么？这些空仄的格子，我们要拿来做什么呢？对，我们要来数笔画。好，数笔画的时候呢，小朋友们记得把你的手举起来，跟着一起数，然后嘴巴跟着一起念，这样子小朋友们才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开始数。第一个，衣服。好，来先数一 ，OK， 先数看一有几画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。好，我们写上六。再来，我们数看服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写上八。也接下来我们数裤，小朋友们记得把手举起来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，十一画，十二画，十二画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写子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子的笔画很少，只有三画。接下来我们来数袜子的袜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。好，十画。好，再来数一次子，看几画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。好，三画。Okay， 最后呢，数看群有几画，小朋友们记得要一起数哦，这样子你们才会哈。来，开始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，十一画，十二画。好，群有十二画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笔画还有文字都已经写完了。那最后呢，在结束之前呢，提着恩要你们开嘴巴，我们再来一起读，这样子小朋友们才能更记得。好，准备。衣服，衣服，裤子，裤子，袜子，袜子，裙，裙。接着，接下来让你们看你们的习字单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这个是你们的华语习字单，写上你的华语名字，写上日期。 OK， 然后小朋友们呢，看完视频之后，在这个空格里面要自己写上笔画。 OK， 我放这个括弧给你们，是自己写上笔画。 OK， 然后下面呢，你们就要写
衣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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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裤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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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写完它，然后最后在下面还有两个括弧呢，是什么来的呢？写你的华语名字，这里还要再写一次你的华语名字啊，因为有蛮多人还常常忘记自己的名字，不懂怎么写，所以我们要多写才能记得。所以这边小朋友记得要写名字，不要空给我哈。我收到有些人的空格是空着给我的，没有写的。OK，这边要写名字，写名字。好，今天呢，生字的视频就到这边，谢谢小朋友，拜拜。